糖果儿，刚刚哥哥是不是问你要红包啊？你快转过去，我看看少了没。坐好。哦，还在。我帮你收着好吗？你放我这里安全。我又不要你的，我帮你存起来。Later。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。你别笑。我帮你往里面塞一下，快掉出来了。我刚刚帮你塞进去了。